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从昨天开始呢，我们一连会有几天的时间，要一起跟你分享哥林多书信当中一节很重要的经文。这节经文讲到基督徒行事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辖制。凡事都可行，当然，我想你能够了解这个凡事。就不包括什么杀人放火奸淫偷盗这些非常明显的不对的触犯法律这些不好的事情。他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的事情，一般的这些事情来讲，很多事情大家都这样说，哥林多人他们习惯讲凡事都可行，凡事都可行。保罗引用他们的这句谚语，然后说，对，是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什么不对不好的，但是我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必须承认，不是每一件事我持续的去做就会有益处。接下来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性。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华人也常常这样讲，对不对？这两件事，食色性也，就觉得这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不好啊。可是在面对这些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也有另外一句华人的话说，过与不及。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它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你做过头就出事了，如果你做的不够其实也会出事。比如说吃东西，吃太多，现代人大概营养不良的人真的不太多，吃的太少营养不良。但是更多的人，特别是也许在我们周围，可能有很多的人真的就是吃的太多了，吃的太肥了，吃的太营养了，结果胆固醇太高了，这些常常对于我们的身体是过了就不好。当然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地区，他们其实是在饥饿里面的，不及吃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过与不及都会出事。性，两性的关系其实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这种性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好，这是在上帝的设计当中，因为有两性的关系，我们才能够一代一代绵延子孙，并且在两性的关系当中，夫妻两个人彼此真实的相爱，身心灵的合一，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用在不对的人身上就出事了。如果在婚姻以外，如果在我的另外一半以外发展出性的关系，如果在结婚前发展出性的关系，就会出事。所以保罗非常清楚地说，是的，如果你们要说凡事都可行，我也引用这句话，是凡事都可行，但是一定要记得，在这些可行的事上不要过于不及，要在对的时间跟对的人做对的事情，那才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个原则。当我们也常常在讲凡事都可行的时候，我也求圣灵提醒我们，我有没有过头了，我有没有做得不及，我有没有做在不对的人身上，以至于原本是美事的却不美了。愿圣灵对我也对你说话。求你听我声音，
是我